宝宝水晶球，它里面有藏公仔在水晶宝宝里。这是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买的，台湾还没有寄。那我们现在先来开第一颗，它里面有像这样的水晶球，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 old beads。底下还有一个这个，打开看看。个钥匙压下去吗？不一定压了。它第一步就是把上面这个转开，转开，然后把这里有一个长条，拉开。真的很像还有网格，你闻它味道真的很香，好像厕所防线剂呀。我们要加水，里面的娃娃却出现了。好，那你先去准备水了。这个要盖回来，你把它打开。你的水来呀！噔噔噔噔噔。哇！然后把盖子盖起来，公仔就出现了。就是要用个钥匙，这样拔出来，这个打开，哦，然后这个拆下来，就可以拿出娃娃了，很有力感的哦。好了，我们的娃娃，噔噔噔噔，哦，不开不开，然后把娃娃拿出来，哦，哇！那他要坐在这个底上，太可怜了，不行，不行，哇哦，它里面是这样子，狗狗的鱼，尾巴是软的哦，它可以插在这个上面。这个不是可以插在头上吗？他说这个把它放回来，它可以用很多种玩法。这是最后一步骤，这样，然后展开，拔出来，它就是这样，然后放进了一直把它。然后再插这个钥匙，好像要倒水，我忘了。傻眼猫咪，我把它倒回去干嘛？我把它盖回来。哇，耶，好开心哦！我跑出来了。第二颗，大家猜看看里面是谁？现在看得出来里面是谁吗？大家可以猜猜看，在下面留言哦。现在揭晓答案吧，插着，然后把纸打开。然后把它插，然后这样就插在动物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。到底是谁呢？噔噔噔噔，看看你妈妈在这，它是什么？是天使耶。天使是小猪吗？还是什么？看一下它鼻孔，真的是猪耶，可是它有点像猫咪。我把它拿出来看看就知道是什么，看起来小小的，放下去就看起来变很大哦。哇，因为它这个是弧面的，有放大效果。嗯，你看，是橘色的。打开，大家可以猜看看里面是谁哦，完全看不出来。这个转开，再转回来。哦哦哦哦，盖起来，插下去。噔噔噔噔。It's a butterfly。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说你们觉得它是什么。我觉得它又是熊跟兔子的合体。水可以这样子，我现在放三个不一样的公仔进去，现在让你们猜猜看，你们猜不猜得出来是谁。我们现在已经放了三个不一样的公仔进去了，你们猜猜看里面会是谁呢？一只先转给你们看，就大家猜出来吗？第二只，提示你们，他们里面全部都是动物。第三个，就看出来了吗？那我现在就要让你们揭晓答案了。第一只，你们知道是什么了吗？彩虹小马。第二个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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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啊！我不要变了，我不要变了，我拯救他一下。哎呦，我溺水蟹。好了，猫头鹰能不能成功的在中？啊！它要被我压下去。没关系，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揭晓答案。彩虹小马，啊，它也被用倒了，这只嘞，就这只最完整了。我觉得很好玩，就是说你买一个，可以跟你的好朋友玩，可以把你家里的牛牛在你的公仔呀，然后把它放进去，然后把水沥掉，然后把它关起来，然后叫你的好朋友或是你的家人猜，然后倒水进去揭晓答案。我觉得这个玩具可以重复的玩，重复的使用，很好玩。这是在美国的亚马逊买的，之后我们有在国外看到有趣的玩具，也会买回来给你们看哦。拜拜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Go。断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从这里开。